今天大家看不懂基因没问题，30年前我们的父母也不懂电脑，他们不需要懂电脑，你们懂就行。今天我们不需要懂基因，我们的孩子懂基因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是一个应该说可能比大家多看了5到10年未来的一个主题。我倒过来看今天的竞争，我只能说我们真的就没有竞争，因为我们从就不是在一个维度上这件事情。在中国有这样一家公司，他们的创始人团队总是不停地在去布道和描述。待会儿我要交流的对象呢，就是他的 CEO 尹烨。尹烨这个人也蛮有意思的，他首先是一个市值冲过千亿的这样一个公司的 CEO， 同时呢，他也是一个生物技术的科学家、生命科学的布道者和非常善于言辞的演说家。静止计划，哎，这个我喜欢。哎，啊 ，Hello， 早，累大发了。欢迎各位关注今天的天方夜谭，我是向飞，为您请到指华大基因的 CEO 尹烨老师。尹烨老师好，向飞同学好。今天还有一位美女嘉宾啊，是我们这个我有嘉宾节目的出品人吴婷老师。吴婷老师好，向飞老师好，尹烨老师好。哎，大家鼓个掌！对对对，热烈鼓掌！热烈鼓掌！向飞同学终于等到了美女嘉宾。你们基因库那边有一个巨大的猛犸象，每一个去的人都会看到它。啊，你们的目的是要把它，听说是复活是吧？猛犸象，因为我们看过《冰河世纪》嘛，对吧？就猛犸象和人类是有一个交集的。最后一批猛犸象，现在推测大约就是在5-6千年。那你们这只是从哪里弄来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层里面，找到了一只小型的猛犸象的被冷藏的尸体。但是挖掘出来的时候，它的细胞有一部分是活的，当然只是把这个细胞做活，再把细胞移植到一个我们说现代象的一个卵细胞当中，相当于我鸡蛋给它换一个黄，就是用我们的克隆技术。本身这项技术的可能性应该是有的，当然这个推进不是那么快。会花很高的成本吗？应该还好。1997年第一只哺乳动物就是多隆羊，克叫做多利羊，它是克隆羊，它的问世。这几年克隆的成本已经非常低了，像华大自己的一个手工克隆猪的技术其实非常便宜，几百块钱就可以克隆。所以这个像你们有没有一个预期的计划，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它？还比较难，因为它的基因和现代象的差别还是有5%，而且猛犸象要比现在的亚洲象、非洲象要大很多。我们实际上想通过一个这样技术的组合来唤醒大家肉体永生是可能的，要在健康的时候把自己的细胞存起来，在关键时候它可能会被救你。如果说钱和命哪一个重要，大家认为命重要？我们都存钱，有人存命吗？我们先是想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我解决的问题很简单，我给大家算一笔最简单的账，就是一个人有一个基因组的时候，你在上面派生出无数的商业模式，在归根结底先得把人的样本变成数据，我只要在这个地方形成垄断，我就赢了，这个事儿就 game over。 那好，就慢来吧。那为什么每个人没有一个基因组呢？贵啊。所以我们提出一个计划叫2020计划，2020年以前24个小时从给我样品开始到我把报告发给你，2000块钱解决。所以现在是多少钱？现在科研是4000块钱。国外是多少钱？国外是，如果我们算今天的美元汇率，应该是6800块钱。这是中国第一次领先，而且我相信这是最后一次领先，我们会一直领先下去。这个低价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在2013年收购了 Comet Genomics， 这是一个拿来的主意，我们经过消化吸收再创新改进，把它变成了中国自己的平台。价低更重要还是性价比更重要？很大程度上讲，在一个公共卫生项目的时候，低价更重要。天花之所以能控制住，是因为所有人都打了，是因为全世界一起去控制它。所以我们经常说，在公共卫生领域，单纯用市场手段会使我们的杠杆失灵的。像基因这样的项目，像对遗传病的筛查的项目，就相当于我们用疫苗去控制传染病一样。如果这个项目由国家来买单，变成公共卫生计划的时候，当然是越低越好。把低价放在第一位，忽略了性价比甚至质量的时候，会不会再次出现或者反复出现像无创这个筛查出现失误的状况？
质量是底线。大家可能光关注我，可能漏了一个人，他已经忽略了我们可能已经和医生一起防治住了将近20000个人，而漏这一个人，恰恰就拿前段时间的这个虎嗅的那边事例来讲，他实际上确实不在我的检测范围之内。有两个医生都给出了杨川的建议，就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从技术的细节去判断，这个不属于我的漏检。这个案例我后来用了4个字，就包括我跟团队讲，我说人间不拆，我们再跟他争论这个技术对和错，这个家庭他是真正承受这个孩子的命运的，不是华大。所以与其说在法理上去争这个事情到底谁有责谁无责，倒不如想怎么去帮助这个家庭，可能是更应该是我们做的事情。对，下一个突破的一个爆发点会是什么呀？第一步我们先解决与生俱来的基因，我们叫做第一个让与生俱来的基因健康，第二我们叫让与时俱变的基因可控。肿瘤实际上是在于你的基因原来是对的，后来因为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使它变成突变了。也许我不能根治肿瘤，但是我可以把肿瘤变成慢性病呢。原来假如说只能活6个月，现在我让它活5年呢。这是你们眼下正在努力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让外来侵入的基因无所遁形。所以我们是一个应该说可能比大家多看了5到10年未来的一个组织。我倒过来看今天的竞争，我只能说我们真的就没有竞争，因为我们从就不是在一个维度上去做事情。我们假定你在有限的生命内一直在做华大基因，你想把它带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我希望如果在 IT 内我们有苹果，在通讯界我们有华为，我希望华大做生命科学界就要带到这个高度。它需要时间，好在我还小。